更新，高更新，大家好热点，家庭圆满一条心，一条心，大家好热点，国家社会电台变，国家社会电台变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现在有两个问题哈，第一，开示圆通利金利真，啊，圆通利真呢，啊，各有很多的解释，一个呢，在季节春夏秋冬，啊，在人生呢是生老病死，在人的思维呢，也可是个喜怒哀乐。所以圆通利真呢，整个一个宇宙四虚空之间呢，它是一个开始到结束，好，这圆通利真，所以它排在乾卦里面，好，乾卦为开始，圆通利真也是一四十八节啊，四十八节，啊，骑楼楼上放置书桌没有问题，床位也没有问题，没有关系。啊，那啊，不过呢，床这个骑楼呢，它一般它是横的，横的，不是直接穿动过来，那是抬脚就起来了，被抬了就起来了，哎，它横了，没有问题，好，书桌也不会有事，没有问题，好，啊，在佛像，不要的佛像。所以我们大家要修道修成佛哈，以后也会被摆在路边摊呢。那这个是一个很懊恼的事情。啊，我佛像呢，如果送给人家结缘，他们喜欢要了，回家供养。啊，如果呢，像一般相片似的，啊那样呢，啊把我送往焚化炉，你要把它送往焚化炉呢？你必须要把你的相片要捡起来，你不要一起送走。哎，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信徒师兄，他也就哎呀，那么多的全部就烧了，连他的相片一起烧。他花一瓶呢，木差不多一二三，差不多将近三个月，头昏目眩呢，烧三个多月，很难过，心脏无力耶。啊，他的连自己的像一起去烧，连佛像一起去烧掉了。你要烧这个不必要的照片呢，你一定要用寿金，而且禀报清楚啊，这个相片恐怕不敬，以后对佛不敬，对护法不敬，所以我奉送啊，你要用寿金，你要到庙里面，到跟求佛、求神做主，求菩萨做主，我这个要奉送。那么自己的相片捡起来，你这个自己相片要留起来也好，不留起来你就单独一般的烧掉，你不要烧掉那个在金炉里面，哎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啦，啊，那个，哎，烧把你烧去了，就是以身供佛嘛，啊，以身呢，以这个是直头身来头来供佛也不对，啊，你把佛像捡起来。好，为了怕未来啊对佛不敬，你把它用这样化掉，要请神佛做主，不然我们做不了主。好，好，那么你照片你可以再排在柜子上，那么非常有殊非常殊胜的，好，会有保佑啊。还有我们照相呢，啊，我们一位师姐，她这里的羊。哦，那养得一塌糊涂，啊，抓我这个的，嘿，我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有手呢？看呢，手是压在老虎。当时我们台湾的六湖村，不是有那个老虎的像，塑造的，他的手压的，他就照相，啊，这边就咬这边，这边整个都花样，而且是整个那个很叫不干的哦，流血。
要也吃不下。啊，我说你那边剪掉，那个剪，但是手不要剪掉哦。你那个他怎么剪掉了？他那只老虎赶快把它烧掉，送走了。哎，好了，过了3、4天就好了。嘿，这样来，昨天没有跟各位讲清，忘了讲。好，和动物你要动物模型，你这样来不行，或者卡着这样，嘿，啊，一只老虎还跟他卡着，或者老马卡着也不行。日积月累，什么时候零要进来你也搞不清楚，所以这个方面以后照相呢，我们是小心嘿。啊，还有其他问题呢？我会找时间跟各位解答。好，你们见，我希望呢讲的问题呢，给你们啊，你们同样问题就可以解掉。哦，如果有心通呢，我就知道你们现在想什么的时候，我讲出来就顺道解你们的问题。但是师傅没有心通，啊，有时候凑巧会讲上，哈，我们继续讲办公室哈，啊，办公室呢，啊，确实非常重要，包括总统的办公室也一样，啊，总统办公室你坐对了，你会做了整个国家会安定，总统办公室坐错了，国家就会不安定，啊，总统代表一个国家。啊，昨天呐、啊，我在大环寺，我们一位师兄啊，在大陆非常活跃了，他就说师傅啊，现在大陆的领导人呐、啊，啊，他对风水学非常有研究，非常有研究，他的爸爸呢，他的祖父。尤其是祖父也是风水学这方面的，非常有成就，非常有研究了。啊，他们希望说做一个风水头脑更清醒，能够领导我们整个中华民族，啊，能领导各具一方的我们的民族，我们的人民，这个都是非常好的。啊，所以大大小小功德都需要去注意。啊，大的环境。大的做法，小的环境，小的做法，都不离风水的法则。啊，风水当然是只有占人的几分之几，但是它的重要性确实是还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，办公室不要放久处，而且要将银盾牌。放在厨内，而久处啊，当然是很好啦。哦，我家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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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酒，什么酒什么酒，当然是很，我们去品尝，啊，人家就花研究出酒的人，他们的心呢、啊，还有一些欣赏很多很好，但是最重要，小心神位之下不要放久处。神位之下，你神菩萨下面有九除，那个都不好，啊，有的因此呢，天力一转呢、啊，开始喜欢喝酒，喝了不完，啊，这个也有发生过，啊，这个办公室前不要安挂镜子，反照自己，心神不定，嘿，你的前面有镜子安向自己的，啊，那个反而不好。那么在做生意场，最好一边有镜子，一边有镜子，因为我们房子不大的时候，好，房子不大的时候，啊，你可以安镜子看安这边，人气这边人气旺的时候，你安镜子，将这边人气会反射到整个全间来。如果人气很多人，人气在这边，你镜子安着，让你整个的这个店面呢，里面宽广起来，宽广起来。啊，我们台中有一家原来是做控骂的，好，他的控骂呢，生意做得普普通通。他老师啊，我们这个生意哦，
一直做不起来。我说你这么窄，只有3米8的房子，深深的，你人家进来，你这压迫感。我说你把这边做个镜子，让它宽起来。后来他两边都做镜子，这边的镜子，这边镜子，哇，整个好像这个都是他的。哎，生意就好起来了嘞。好，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前面马路来冲，马路冲来，他就把里面安镜子。我说你不能安呢，你如果安了，你要小心。好，车子过来，车子过来，他家的人反正过来把路照进来了，车子过来，里面的心神不定。好，一路冲进来，我这安镜子嘛。你们进来就好像那车子也进来，那么进来，整个家里弄得乱糟糟哦。如果路冲，你要安静住，可以安高一点的椭圆形的。好，我们人的头在我们头上，在高的上面。啊，安就是安高一点，会把这个反射会反射掉。如果你把整片的镜子呢，你会里面哇，好像是打转，车子开到里面再回头转，乱糟糟。啊，那我们要化解这个这个路冲的时候，你镜子安在这边，要比人高，我们人头在这边，你在你人的头顶上。这边安个镜子，你可以反射掉，可以反射，啊，不然你最好，这个安全面的，家里一定会不平安。还顺道跟各位讲一下哈，我们有早期呀，地面有那个磨石子不同颜色，磨2条，好像抽到进来，这个是剑。这是件非常不平安。早期的我们台湾的地面，从这个走廊开始呢，就磨了2条石子，差不多这么厚，10公分、15公分啊，一下进来，认为是，好像一条路，好像很漂亮。事实上，那都是凶，是剑。那个都掰开，会跛脚伤足，伤足要小心我们办公室内进门不可安镜子，那事会多。后方尽量不擦漆，办公室背后。办公桌的后面尽量不擦旗子，不擦旗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我曾经看过一位官员，一位官员呢，一个是国旗，一个是对旗，一个是党旗。一看到我说你是不是要跟人挑战，或者要出征？他说都很好，你把守护神。放到正后面来，是不对，换小人。我们这一位队长呢，就我换过来以后，真的小人，把抽屉拿出来，这抽屉拿出来一叠的，人家后面密告了，告他，上面查了一塌糊涂，是啊，他都没有他的事情，但是事情会发生。我说你这背后插旗子的。那是挑战，是战争，
好，然后我就把它移过来，好，那移过来，好，这个移过来，好，那移过来就好，这边不要嘛，好，移过来了，就稳下来，渐渐这一些人家黑函，好，渐渐少起来，所以这个后面插旗子不是好了，但是。左边要有叉，左边要两只。如果三只，左边两只，这边一只。如果你只有一只嘞，这边一只，这边两只嘞，也不对。哎，宾七主奴七主也不对，好。啊，我们办公这旗子呢，应插在背后的左右两方。好，办公桌不可在厕所或厨房之上下方，也一样的。啊，厨房上下方，我们当办公室的，好，那个都不是很不平安。好，印证过很多，印证很多。好，办公桌不在厕所、厨房的上下方，也一样的道理。好，也不可在机器房的上下方。在4年5年了啦，在台中我们第四届一位师兄，他的办公室呢，他办公桌下面是公益的那个发电机，呼呼叫，好，他搬进去了，他是卖药材的，卖药材，啊，原来药材生意很好，他搬到里面去了，药材突然断掉。还要做药材，人家买了一个一个断掉，后开始起紧张，他就自己占过卦，办公室办公桌吉凶，结果地最是下面一摇动，初摇一动呢，就是表示办公室下面有煞。我说你下面动了是有什么排什么？哇，他们的公寓大楼的发电机一天到晚在那边呼呼叫，他难怪呢，搬进去了生意。一落千丈，我说赶快搬走。他但是老师，这房子是自己的嘞，去租了，去租，你自己的，到最后也全部会没有。你用租的还得好，所以他就自己去租了。另外租个房子嘞，啊，租个店面，他渐渐又回起来。好，所以地下室嘞，或是我们办公室的下面有机器房。甚至我们自己的公司，啊，自己的工厂，上面当办公室，下面当机器的是吧？Kitty 是吧？你到时候你也是很不好，好，啊，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前后不可向路来冲。啊，很多人呢，比如说办公桌这里，这边有向路来冲，这个非常不好，你冲右。冲又换小的换女人的女小人，冲左换男小人，这很灵的。啊，如果你做这样，左边有一条巷道冲过来，右边换女小人，顺着这桃花，好，顺着桃花这边呢，男的，好，那么变成什么呢？男小人呢？他是谁劫财的？吃喝嫖赌瘾，啊，其他的不好习惯，甚至会被恐吓，啊，甚至被恐吓，这个也是少不了，啊，我们办公桌或办公室呢，在火化厂旁边，啊，这个在南岗工业区，我们有一位师兄啊，他是这样。工厂也一两甲地，好，他在这里做一个焚化炉，他后面是工厂，啊，风是往这边吹，风啊，往这边吹。啊，像焚化炉在这边呢，他办公室呢就在这边。好，在这边呢，他一上班
大家整个员工呢，头昏眼花，啊，这个心神都不定。有一天到县公室来，老师啊，我这里面有没有鬼？哦，不然怎么一上班大家来精神都很不好，提不起来？那好了，我回去我去看，顺道过去去看，原来焚化炉，我进去就闻到那个这个烧焦的味道，在办公室里面，我就要到后面去看一下，哇，焚化炉在后面，我说你在这里，傍晒看风雪，大便要看风的方向，好，那么你这个是不可以嘛？你这样，我说叫他一道的人，焚化炉一定要在龙边。龙边，也不要在这个风吹一吹来的时候，那么就你里面受不了。好，后来我就改天过来，好了。哎，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去忽略了哈。这办公室或办公桌不可在工作的旁边，工作旁边呢，尤其董事长的位置在工作旁边很不好。这个也不可部下之前面，嘿，各位，你们帮人排办公桌，有一点要特别小心，我们后面是乾卦，是玄武，玄武，也是武曲，武曲，在后，若是我们的办公室。你主人在这里，后面呢？你排了两三个人住在这里，在后面，你主位主在这边的话，后面就玄武，玄武就贼星，不是他们做贼，你在后面玄武一动，你什么事情讲也讲没有效，后面黑函换小人，不是他们换小人。很多，你就会遭到外界的小人来伤害你，那么你就调过来就好了，对调，就没有事了，但是很多人很忙，这方面呢很慈悲，给他们后面没有关系啦，我认真做了，我胡说八道，你就是不尊敬所有的员工，让员工们他们各自各就本位。那才是真正的慈悲，不是说让他们后面那是假慈悲。曾经我们一个官员，他后面呢也是让几位研究员，我说没有用了，他们研究不出来了，研究的都是拆后脚跟，研究出来的都是吃里扒外，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小人的行为，后来他能静静想想，对呀，我这被害难道是他们吗？不是他害你们，你自己害自己。你把他们坐在后面，在后面研究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可以出来，研究什么？所以这一些呢，我们都要去特别注意。这种形体，无论在南半球、北半球、东半球、西半球，这个形体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因为风水学是根据我们的人体。整个结构学，也是根据我们的，也是力学、结构学、环境学、我们的视觉、感官学，五官的感觉，学问，这个写出来的，这也都是相应。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一方，无论走到天界的哪一方，你都会受到这个影响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体为重。至于季节的问题，那么就只是了解到季节问题。各位南半球、北半球的事，我在这应用择日的时候，我也详细跟各位讲清楚，不然回去你们会有烦恼。你们本来没有烦恼，来带回去烦恼，我的罪过，那就不好哈。这我会跟各位讲哈。这个白虎方不可震动的机器或者马达，我们的工厂你做了，右边呼呼叫，你要小心。
那么即使你躲不掉了，你最起码你到龙边，你也要放个水让它循环，把这个阴呢会打，叫做贪生旺客，它就会来这边安住在新的我们的用水族箱啊水啊，给它叮叮咚咚都可以，好，叮叮咚都可以。我们一位师兄在2个多月前，快3个月。原来生意很好，突然间断下来，就是隔壁人家又搬了一家工厂，好像是工业住宅嘛，搬了一家工厂，跑到恐慌，一恐他就完蛋了。哦，怎么办？我去看了，好，那你去买一个很漂亮的水缸，那也是。好，里面呢水会下来，好。然后声音咚咚咚咚咚，声音很好听哦，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那么空，你空我就咚，放下去，声音好得很，又回起来。最近，啊，又订了啊，接了2、3张大的单子，啊，他是叮叮咚咚有效，那怎么有效？你要占卦，在南方，财方在哪里？卜卦，因为哎，我这个方在哪里？我要求财方。你就挂上财方去放，啊，你只要求升职就往子孙方去放，你要想办法要破财，哎，要散财，你就放兄弟方，保证你去散财，哦，很准哦，哦，是这个用也可以破解啊，哎。啊，办公室之顶上。也不必要有水池，啊，也和住家完全一样，啊，这个主人办公桌呢左右，哎，不可安冰箱，啊，这办公桌最好这边也不要安冰箱，水族箱也不要安，水族箱里里落落里里落落，一定要离开我们办公桌的旁边去，啊，这样才可以。哎，这个主人办公桌右方不可放影印机，讲过了，重复了，啊，我们也不。放藤类的盆景，我们房子里面勾勾滴的，你别说，爬藤类的办公这个花呢，植物啊，不要放办公室，那个勾勾滴勾勾滴纠缠不完，啊，这以前都印证过了，我们这个右方冷气机、抽风机，我们尽量能避免，好，那再来呢，挂太多的呈现。图案挂太多会很乱，会很乱。好，那么桌子、沙发、桌正前不可冲座位。我们的办公桌的前面，你如果沙发桌，好，你沙发桌在这边，好，你的办公室在这里，你沙发桌这样冲了，就像这跟哭棺材，好，这个很不好啊，这个是凶的方排华，好。我们这个办公桌正前方窗外不可旗杆。如果坐在外面有旗杆，啊，眼中钉。以前南投县长啊，前面的三支旗杆，三支旗杆，哇，那个是无中生有哦，县政府不傻傻啊，像是三支旗杆，他看的是三支香在拜拜。啊，认的是三支香，屋外三支香，那是眼中钉，哇，这会瞧，旗杆不能动，才稳下来。哦，再来呢，办公背后不要被人走来走去，我们办公桌的后面不要被人走来走去，不安定。很多人呢，背后啊走来走去是不安定。如果员工外务员后面就要走来走去，外务员后面要走来走去才做得到胜利。生意，而主人的办公桌后面绝对不要走来走去，那么不安定。这一方面呢，各位要注意，要能够避免。好，阿弥陀佛。